这个展廊我以为是永久的呢，结果是还有一个门儿，它现在关门了，我现在就给出去了。这个地方呢是既是柏林墙，同时又是一个纳粹 SS 的这么一个对犹太人进行屠杀的这么一个地方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它有双重的意义，所以呢就在这儿搞了一个纪念的馆，啊，上面有个纪念馆。